个什么，可是解释不了那个啊，在洞穴里面为什么会有人好像在挡光线跟挡毒药？那个就还没解释到啊。啊还是他其实是因为纯粹觉得这样子放起来比较恐怖，气氛是造景，还是其实真的是造放闪？对吧？啊，太闪啦、啊！哇，是爸爸跟女儿的亲情啊，太闪，太闪了、啊啊！那个光波，就是我们那个脉冲哦，可能哦，飞机的那个这边吗？来了是吗？可是。如果要这样子猜测的话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可能吧。嗯，官方有没有出那个、啊、那个解释啊？哎、欸，剪卡喽，剪卡喽，剪卡，不要再丢了。又卡，抽了。哔哔，里面没钱啊、有钱哎。耶、欸， yeah, 比赛啦，跑步喽，好，比起来，我被人卡住了。要转右，不要再走过头了，是走上面这里，找不到借口。好，对，从前面的射弓箭射他，不要，不要了。哎，我拿炸弹，拿炸弹，快拿，拿炸弹给我。哎、欸，这里炸弹很恐怖，这里所有人一起被炸，我们没得逃，那边没得逃。呀，我刚才看是有人把炸弹点燃了，没有，那这边是炸弹的性价比。有，有种跳啊！哇！真的假的？可以啦，这边没有很高啦，可以啦。没在怕、啊，没有，没在怕的啦。为了抢头像，大家可以趁赶时间的，没 boss 还是要带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后面东西掉了。啊，没有，给你捡。雨月，峰哥叫你去二楼啊。雨月，为什么是二楼不是三楼、啊？没有，他不是叫你去二楼，他叫你去顶楼啦。你去顶楼、啊，去顶楼干嘛、啊？去顶楼干嘛？收一下衣服啊，收一下衣服。他说那边有一颗星星很漂亮，叫你去看一下。他想跟你看流星雨。哎，看流星雨。流星雨啊！他想跟你看流星云。你不要移这么快，你是流星雨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小杰，阿纪，哎，好不好？卡住了，阿纪，不要闹啊！不要闹，阿纪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阿纪，等一下，你们听，阿纪掉下去了。马路刮地呗，走了，我们到那个上面等你嘛，阿纪，你慢慢来。等你哦，慢慢来。太白痴了吧！掉下去，草草草没听到，掉下去了。好喘哦。安，我们。他有人说安安这个小女孩应该会把打得很惨，一共有几个人吗？不好意思，小女孩已经死了。对，死了，抱歉。第二次了，他已经死了两次了。抱歉。那搞不好第三次哦。真的假的、啊？对啊，就是拿炸弹护他啊，看谁最后死了。为什么我开打火机画面一直一闪一闪、啊、超奇怪。打火机没电了。我这边真的是很难走哎、欸。我这里。所以到底是谁杀的、啊？看不太出来啊。小女孩有没有那种剧透解析之类的啊？那个有人说那个他们作者的推特那边有、哦、完整解释。哎呦，我们可以先全部看完之后再去看。等等，我要丢这个，我要玩这个。哇，为什么我一点打火机也不会放过你们呢？超奇怪，那个显示 bug， 你又没有拿打火机、啊，打完兵就是没有，就是你们只要有照光，你看他穿墙进来、欸，对吧、啊？我看你们都是穿墙进来的啊，好猛啊，好笑哎、欸！哎、欸，等一下我进不去了，旁边按一下、啊、不行吗？等下就有东西要穿墙进去了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你们先过去了啦！白痴啊，谁看到了？谁按到按钮了？等他进吧。那他们上得来吗？哇，应该上得来了。剩我跟繁星。等他进。他进。我剩。那这可以了，他进来。剩红石口袋的。哦、他进来在下面应该可以吧？剩红石口袋的。第二班子。刚怕超重。难怪你跑这么慢。你竟然还带着潜水装。来不及躲，齐总早就过来了。你看，明条在那边，
出不去啊，早就送过来了。哦，对啦，假装我们还在搭电梯。过场动画。我们早就在这边了。哎，我看了好，我破图啊，画面好黑哦。啊，我终于可以看。我看到你不见了哎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有人出去了，已经准备好了。哦，有哦，过场动画了吧？进过场。我也准备好了。我也准备好了，我来。这次要选什么剧情呢？我要关掉这个吗？我要关掉。关掉，关掉，然后去那个岛。永远要在这里生活。是哦，他是永远在这生活。没有啦，乱讲的啦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他没有说这个，他最后怎么离开这个岛的？关了。刚刚第一个结局是没有讲啊，对，没讲。对啊，变欢乐游戏啊，这一直以来都是欢乐游戏啊。度假村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这是赛跑游戏啊，我们刚刚在跑玩赛跑。对啊，他这个键盘算是老，就是一般打。他按 I， 逻辑键歪，他按 Y 啊 Y， 要让他停止。感谢续订。哇，地球没了？他不是吧？停止运作了。哦，结冰了，没了。结冰掉了。为什么一定要水深啊？不能再重启吗？哎，真的要去船那边吧？我觉得。哇。对啊，反正就开了。还要自己走哎。对啊，这边还有路。那就是开了电梯啊。怎么大家都是这样？乱讲。他很怕被关在外面。怕坐第二班车。哎，白痴，我被挤到去哪里啊？手册有笔记。会不会还有怪物？哎，幽灵在外面呢。Hello。哎，外面的风景如何？外面怎么办？哎，老三，你知道你在我们后来吗？我怎么办？他门是在这边呢，他怎么过来？我为什么在电梯外面？他在墙壁里面了。哎，完了啦！哎，我在山里面，我在山里面。太白痴了！快 TP 快 TP 打 TP 打 TP， 他不能 TP 啊，小雨。哎呦，那你能怎么走？你能怎么走？我不能走，我旁边都是山。你要不要重登进来？跑剧情？跳进海里。哇，那怎么办啊？他冲进来要超前面呢，不行。哇，你只能看别人的了。我要去看人家。马尼，哎呀塞！干，有暗门是不是？哎，哪里过来的？哪里啊？有暗门是不是？绕了一圈，这是工作人员的通道。对，通道石头可以看到你们，然后想说，哎，看得到，然后蹭我就进来。原来是有迪士尼，石敬秀啊，石敬秀，那种迪士尼的啊，工作人员专走。会不会其实我们那边根本就那个啊，就是我们这边根本就是节目棚里，就是节目的那个棚里面啊，所以我们才会被他们发那个木头要遮住的，要对摄影机笑。欧安安，不要冲太快哦。哎，对我们古枪都没有拿完哎，没拿完啊，因为我没去找我们直接去找那个啦。嗯，对啊，哇，好深哦。好，没关系，继续跑，没事没事。摔到残血了哇，没关系，我要很多。嗯，要潜水了，真假的？要潜水了。我要播歌听，我要播歌来潜水了。哎、欸，左右哎、欸，试一下。我先往左边游。我也是左边上来了，我在右边，我跟泽平在右边。对啊，右边不知道右边死路。来的，来吧。他是来骗你们的。这边感觉就是要等，这边等一下大家好了，可以烧个火吗？哦，这样烧一下。那你们走到前面一点，哎、欸，你这边烧一下火好了啦。好啊，可以燒一下。我放一下，好，我放一下。那两边都可以走吗？他们这里可以走吗？没有，左边下面可以走。哎、欸，这里可以存档。啊？哎，哪里可以存档？这里可以盖啊。哦，那先存一下好了。看一下。存了之后就做这个剧情喽。对啊，就这个剧情啊，我们那就这个剧情啊，这个剧情啊。那不是结束了？对啊，那边应该差不多啦。那边就是结局啊。还可以睡觉哎、欸啊。如果真的想要看小彩蛋的话，就那种那个之后的小彩蛋，我们自己去找了。哎、欸，我睡觉喽。没有，我觉得好冷，我烤一下火。
存档就好了吧？存档就好了吧？啊、我只我在等我的。那代表外面是晚上哎、欸？没有啊，那是 CD 哦。你不能一直睡，他不让你这样子。他不让你睡。哎、欸，谁吃我的肉？睡。可恶！是我放的。我的鱼不见了。好好鱼。哪里、啊？吃一个。谁要吃？哎，我感觉先去那个啦，感觉下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感觉这个往前走就一直走了，会不会是要那下面感觉是会有东西？怪不得你这么享受这里，欸、都吃别人的肉，都拿别人的来吃。等一下，先滑下去看看好了。好，接下来看看这边要炸药，吃到腐坏的。我终于吃到我的鱼肉了，还没还没还没，还有一小段时间。滑喽！我这里有另外一扇门哎、欸，哇，另外一扇门，哎、欸、真的哎、欸，那上面锁的哎、欸，上面是炸药，嗯，奇怪了，他们用炸药炸开吧？哎、欸，这边是锁的哎、欸，这边不给放那个哎、欸嗯，放石头，它锁着，这边是外面啊，嗯，哪里？有血有血。哦，这是外面的门了，好吧，那我们只能上面继续往前走，所以我们最后可能会要下来这边，然后放可能某个钥匙，然后出去这样。这不是这、哦，所以可能對對對现在还不是这，对，目前还不是这，目前不是这，现在还不是这，好吧。嗯，热美腿，好吃。刚小雨穿出来，大家说，哎、欸，这证明小雨很瘦，可以穿出来。穿出来在次元壁，值得开心，值得开心。我想说，在这种人怎么出去了？超神秘的。看到我们好多旗子、哦。所以把它炸飞机，应该是算 bad end 吗？硬要这样子讲，感觉有点像，因为通常不是，如果是比较就是作者认为的好结局，会后面会比较还有东西要那个，嗯，对啊，哦，那个，哦，那个，好卡，那个，那个，看来是出去了。那我觉得一年后小孩子应该不是，搞不好小孩子会火哎、欸，这是出来的路哎、欸，因为感觉好像那才是正规剧情，那一年后那个、啊，嗯。我好小孩子、欸、要跑看看这一条。哎、欸，这边又好冷，好冷，好冷。雪山，雪山。有剧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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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。飞机飞过，飞机。哦，有哎，是飞机。然后飞机就这样丢了一个小孩下来，这样。不是吧？空投，空投，空投小孩。没有救到小孩。照片，照片，我没有选择救小孩。他把它丢掉了，烧掉了，他把它烧掉了。哦，点不起来，等一下，很冷啊！点起来，点起来，那时候还点不起来啊！对啊，这个时候还点不起来，这个时候才点不起来。嗯，不是 ，Samurai， 你不会烫吗？啊，哎、欸，你手不会烫吗？我都知道为什么了啦，你根本就不会烫啊！他会指甲、欸。我的画面不要说他毁指甲，干嘛？我的画面结冰了，我的画面结冰了，烤我结冰了，很冷很冷，毁指甲。哎，不要担心好不好？不是你只有一个人丧失，你们不是一个人丧失儿子，我们大家都丧失儿子，我们一起在那边生活吧，耶！耶！大家出来。我看一下接下来笔记要写，要哪里啊？哎，飞机头前面没？哎，对啊，就在前面。我们在这边，居然在这边了。雪地哦，所以是现在变成下雪而已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是只有这个地方是下雪，就是必须雪地。好多哦，那这边是雪山吧？嗯，对啊，雪山是有山猪哎、欸，有信号枪，信号枪，然后两个机长，所以我们是要用信号枪回去吗？我现在比较好奇是那个。我怎么又冷了？船、啊、船的那个隐藏房间怎么进去？又冷了、嗯。对啊，烤火烤火，好冷。所以我们该不会等一下就沿路的要走了？对哦，我们是来拍节目的，是不是啊？感觉好像哎、欸。他旁边不是有一本那个像杂志的东西吗？就是这个。